也正是因为金达的这份荣耀，给了我很多可以接触到顶级项目的机会，比如北方之地的并购案，比如涉外侵权，很多项目都是交织并行的，所以加班和出差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。也正是因为这份辛苦，让我有了火箭式的成长，让我学会咬定青山不放松。如果我竞聘成功，我会带领我的团队深耕科技和新消费领域。人就活着一辈子，我不知道十年后的丽娜是什么样的，但我就喜欢这样未知的人生，龙家。所以我希望你立马就来，也希望你慎重考虑。十年之后的你，那肯定跟吴律师一样啊，衣食无忧，生活体面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每天都在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李木佳，你别让我失望，一定要去做那些别人无法取代的事情。对不起，我刚才说的话有点口不对心。如果说初入职场的李木佳只想要赢，为了赢得每一个阶段的胜利，可以不吃不睡不下班，但是赢了我能去做什么呢？我不知道。现在我30岁了，30岁的我会开始花点时间去思考人生。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，人生的意义在于去经历，而并非去赢。所以，我放弃这次竞聘。谢谢大家。说说怎么回事？我木佳，吴律师辞职的时候向所里力荐了你，我们也是经过全方位考察的。吴律师之前所有的业务也一并由你来接手，这次竞聘我们也是都会投你票的。谢谢两位老板对于我的认可，对不起，我让你们失望了。岂止是失望啊，你这是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，知道吗？对呀，不是为什么放弃啊？如果竞聘成功的话，你将是我们金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合伙人啊。你现在这么做让我们律所很为难。您不用为难，其实入职金达的这些年，你们给予我了很多的包容，让我能够成长，我很舍不得，但我还是要说再见。辞职是吧？来，你给我个理由。你是要结婚了？跟李总啊？没有，我打算去一家创业公司。你要说你是去结婚，这事儿我们还能理解。你创哪门子的业呀？你多大了？你在金达，你熬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熬到你要升职了。你去个一穷二白的小公司，你脑子是进水了还是让人踢了？冯律，我感谢您这么为我考虑。其实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挺多的，不管是结婚也好，还是我走到什么位置也好，这些都不能让我有安全感。我的安全感就是来自于我自身的能力，还有我不断的去努力。这些年我确实我犯过很多的错误，我也收获过很多的教训。金达真的帮了我很多，我非常感谢金达。其实就像我刚才在竞聘的时候讲的，我想在我能去试试看的年纪，我想换一条赛道，我想去试试。我相信有了金达的历练，我的人生会有更多的可能性。想没想过如果失败了怎么办？失败了就从头再来吗？反正我来金达的时候也什么都没有。记住啊，如
如果失败了，金达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。谢谢冯律。金达出去的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不让您失望。祝你成功啊。早啊。早，送你呢。这是杜鹃，她的花语是坚韧深沉，吉祥好运。谢谢。那我也送你一个东西。什么？这能救火吗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，我负责救火。那我负责好运。请。上一次来还是合作者，这一次来就是主人公了，还挺奇妙的。那都是因为我死皮赖脸缠着你。兄弟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李木佳，曾经的金牌律师，现在的村管家，报销审核、市场推广，还有办公室订饭，以后都归他管。大家欢迎，欢迎！谢谢大家，我肯定给大家订到最好吃的盒饭。哎，大哥，这个就是你三顾茅庐请的神仙姐姐吧？低调低调，干活。走，带你去看你的办公室。好啊。当当当当！我还有独立办公室呢。我专门为你设计的，喜欢吗？很喜欢。这是你的办公室，这边是我的办公室。木佳，木佳，有情况，有情况，是不是沟通很方便？是，真的挺方便的。这就叫沟通零成本。我们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绿植上面，是不是看着？简单大方，艰苦朴素。你这可一点都不艰苦朴素，这叫一目了然。一目了然，说的在理。我就说咱俩默契吧，创业成功率至少提升3%。好，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。当当当当，接风宴神器。这么早吃饭呀？早午餐嘛。兄弟们，开饭啦！来，你的筷子，筷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合适吗？合适啊，怎么不合适？大家说合适不合适啊？合适，合适。哎，大嫂，肉呢？还有肉，当然还有肉，肉肉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先素后荤，十字花科云台属植物，全给我放里边啊！啊，行行行行行，什么科什么属？就是个青菜。你们搞植物都这么吃饭吗？也不是。可能是达总今天想秀一下。秀什么秀？哎，那个茄子家人给我放里面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没问题。你说我不是吃茄子吗？哦，不是茄子，土豆。那土豆为什么叫茄子？大哥，这也不是生物课，你追女孩也不这么追的吧？就是啊。瞎说什么呢？我这正经科普，好不好？你知道这是金针菇吗？他我们都知道，咱都知道。